这是帮助您的孩子学习识别形状的一种简单方法。您可以从圆形、正方形或者三角形开始。无论您身在何处，都可以指出一个形状，然后让孩子找到同样形状的东西。让我们以一个圆圈为例，您可以指着一个盘子，然后说，盘子是一个圆形，看看圆这个形状，这个形状被我们称为圆形。然后您可以问，你还能在哪里看到一个圆圈？孩子可以找到更多的圆，很开心。您可以使用正方形做同样的事情。三角形，或是其他形状。形状无处不在，因此学习识别形状，有助于您的孩子理解周围的世界。